盘点为了保护人类被怪兽吸走能量的奥特曼，让我们一起给他们点赞加油吧。霜月落庭前，教谁一夜无眠，提笔惊扰烛火，回忆难写，看人间故事都逃不过离别，数不完的阴晴换圆缺，半生风雪吹不散，花落世界的眼泪换不回，孤雁总要南飞，心事谁了解，唯有明月来相随，思念与我眉间有几分憔悴，半生风雪吹不散，岁月留下的眼泪换不回，青丝已经成灰，结局谁来写，写不完爱恨缠绵，徒我孤影自怜，自叹又几遍，吸取了我的光之力量，然后将光之力量与杀手的离子相融合，制造出了黑暗战士。人间故事都逃不过离别，数不完的阴晴换圆缺，半生风雪吹不散，花落世界的眼泪换不回，孤雁总要南飞，心事谁了解，唯有明月来相随，思念与我眉间有几分憔悴，半生风雪吹不散，岁月留下的眼泪换不回，青丝已经成灰，结局谁来写，写不完爱恨缠绵，徒我孤影自怜，自叹又几遍，半生风雪吹不散，岁月留下的眼泪换不回，青丝已经成灰，结局谁来写，写不完爱恨缠绵，热克拉斯开始吮吸奥特曼的能量，危险奥特曼，他在吮吸奥特曼的能量，